哈，止痛贴就是李博士送的，来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谢谢大家。
便当吃完了，下午还要凭这张卡，我们礼物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非常多的礼物，价值很3000块。因为为什么要送给这么尊贵的你们？因为你们热心支持，那也刚好谢谢这所有的发明人，发明了很好的东西，也来跟你们大家一起做分享，谢谢你们。那现在我请一下，有什么人有什么想要发言的？好，来，这个来自香港的林会长。
我要强调，我们做的也是在做保健，不要说治疗，因为治疗的话很麻烦，为什么呢？大家这里也是自然疗法啊，自然疗法是你跟人家说治疗的话，因为治疗的话你会给人家一个不是那个什么 false expectation， 就是他会觉得他的期待值，他是会相信你会医好他，这个不好说，任何的药物也没有保过一定把你医好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我们说你要还没有病的时候就要去处理的，未治未病，你不要去生病了，你生病了去看医生。我常常人在来找我们说，你生病了去看医生。但是呢，我们的那个贴跟中医的理论是比较接近，所以可以可以。那它有归经的规律，还有什么那个东西，有没有一个？没有，我们是没有。它有没有一个？我们的贴纸是不需要怕会 OB 的 overdose， 就是吃多了，是好像吃药吃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在座呢有很多人是研究生物链的，是吧？这个只是跟波平一样，波平，我们的身体里面所有的生物都会有生物波，会有电磁波。比如说你的心脏的电磁波应该是这样子的，一个正常人的生物波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那我的生物波是这样子的，于是我一定有一点亚健康的问题了。那我的贴纸呢，是根据最健康的生物波那个波频放进去，然后呢贴在你身上，中间不是有一个差距吗？有一个差距的话，因为我们的远红外线就是刺激了你的大脑的神经，然后让你就是你不准确的波会影响到正常的波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产生共振。因为大家知道远红外线在身体里面会产生共振，它共振到一样的波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能量片就没有给你任何东西，因为都已经一样了嘛。所以呢，你刚才你切了也会有反应，比如说你贴着一现在已经你这个就是刚才的那个波，你理解吗？就是你的波跟我的波差距很大，所以你感觉很大。那现在呢？因为我们已经影响了你的波，现在你已经很舒服了嘛，对吧？你的脖子也不痛了嘛。因为如果我们贴纸上面的波跟你的波是一样的话，我们贴纸的能量不会再给你任何东西，所以没有波的东西，没有凹痕的能量，你不需要担心这个。所以呢？记住，你拿走之后，只是你的细胞还没有调整过来的，所以一般来讲，细胞要调整的话要三个月的时间。如果你这个是慢性的、长期的问题呢，最起码要贴三个月。但是如果你是刚刚，比如说我拿东西，刚刚扭伤的手，哎呀，好痛。